今天啊，咱们要讲的算法叫做支持向量机。可能啊，大家之前也是听过这个算法啊，叫做一个 SVM。那这个支持相机啊，可以说咱们先来说一下背景吧。支持相机啊，可以说是机器学习当中啊非常牛逼也是非常重要一个算法。但是呢，今天这个角度来说啊，来咱们来吹这个支持相机啊，就不太合适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就是支持相机啊，在一二年之前，它的表达效果啊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取得了很多惊人的成绩。一会儿呢。 咱们在看这个算法的时候啊，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说、啊、SVM 这么受大家的一个喜爱啊？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，那为什么说啊现在这个支持相机啊不如以前火了？因为现在支持机遇到了一个对手，谁啊？神经网络吗？可以说啊，原来啊一二年之前基本上支持向机一统天下，现在呢啊卷进来一个神经网络，那是不是说神经网络来了之后啊支持机就不用了呢？啊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直播说啊，咱们应用的场景、应用的业务不同，我们使用的算法也是不一样的。 那咱们接下来要来看的就是关于这个知识相机啊。既然说它这么牛逼一个算法、啊，那它牛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这节课的核心，给大家啊从头到尾的去推一遍啊。知识相机由零开始啊，怎么样得出来最终的一个结果？那这个知识相机啊还重要在一个什么程度啊？ 不光啊，是当咱们使用的时候啊，用的是比较广泛。其实呢，在面试当中啊，大家就是这些面试官啊，最愿意扯、最愿意问的这个问题，还是这个支持向量机。所以说啊，咱们今天学这个算法啊，咱们要考虑两个问题。第一方面啊，这个东西我用的时候我该怎么用啊？对吧？原理知道吧？那接下来我们要找工作，我要转行，要去做这个机器学习。你说别的算法什么回归，什么线性回归啊，什么贝叶斯啊，这些啊，问不问？没准啊，看。 看面试官的心情，那有一个算法肯定是必问的，就是这个直持相机。所以说啊，大家、啊、一定要重视起来。s b m 这个算法，不光呢在咱们之后的一个使用，还在啊咱们之后转行啊、面试啊、笔试啊等等一系列的坎儿当中啊，我们都要去度过啊这样一个坎儿。行，然后刚才吹了几句啊，咱们接下来落到我们的核心，支持相机啊是什么东西？ 那首先呢，咱们之前讲机学习啊，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的一个套路是什么样啊？是不是说好像是我们先啊说，诶、哎，在实际当中啊有这样一个问题，然后把这个问题呢转换成一种数学上的表达，数学上表达完之后啊，诶、哎，我接下来就要想我该优化什么东西啊？我有一个目标函数，接下来呢沿着目标函数去做不就可以了吗？其实啊，知识相机啊也是这个套路，我们还是啊由咱们的一个实际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展开。 首先呢，咱们来看哈，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？咱们看右边这个图吧。那咱们先说支持相机是干什么的？它是一个分类任务吧，而且呢，跟那个逻辑回归啊比较类似。它呀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二分类问题。那二分类能做多分类能不能做呢？啊，显然也可以的。咱们先拿二分类啊进行一个推导。 那我们要干一件什么事儿啊？既然是二分类，咱们来看，在我右边图当中啊，是不是有两类点？一类点是这个红色的，一类点是这样一个黄色的。那对于这样两类点来说啊，我要干一件事儿啊，非常基本的一件事儿，把这两类点给它分得开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那现在啊，一个问题来了，你说把这个点分开，我这么画一条线，那么画一条，再这么画一条，一共啊，我画了三条线，画三条线好像来说。 你不就要做一个分类任务吗？那我三条线我都给它分得开了，没什么区别吧？你看上面这个、中间这个、下面这个，都能够使得我的边界给它分得开。那你说现在这三条线表达效果是一样的？ 还是他们之间啊，谁更好一些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不光啊要找到这样一个决策边界，还要来啊评估一下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，有多个决策边界都能够去做分类。那什么样的决策边界是最好的呢？我们都要要知道这样一个答案吧。我们要找的肯定要找最好的那个决策边界。然后啊，咱们来看吧，就是这样一个问题，这是第一个问题啊，什么样的决策边界是最好的？ 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如果说呀，这个数据本身很难分呐，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数据，我看我比如随便画一个，这是圆圈在外面，叉叉它是在里边。 这样一个数据啊，你说分钱很难分吧？你得分一个里层，分一个外层，这样数据呢分起来啊，本身难度就较大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策略呢？其实啊是有这样一个方法的。这是相机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，叫做一个核函数变换。这个核函数变换可以非常。 容易帮咱们区分这样的数据，这个、啊、也是积极学习啊，不是这个也是知识相机当中啊最核心的一部分。一会儿呢讲到时候、啊，大家会看到核函数啊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变换的。 第三点，第三点我们来看，我们说这个东西啊，理论上是可行的，哎，好像说我说的东西啊，理论上可行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实际指什么、啊？你的计算机能不能实现出来啊？你的代码能不能运样运运行出来啊？计算复杂度怎么样啊？实际应用效果可以吗？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吧。那支持相机啊，大家可能一听，第一个感觉这个东西嗷复杂的一个东西吧，是吧？大家可能有这样感觉。那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啊，显然来说计算量会很大吧？这么大的计算量，我们的电脑可以吗？啊，咱们一会儿再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。那我的目标是干什么？ 咱们刚才是不是提出来几点啊？有要解决的问题啊，其实都是要解决的问题，有一堆啊要解决的问题。那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咱们就一步一步开始吧，看一下咱们怎么样啊把 S A M 进行一个解决。所以解决啊就是给它进行一个推导，推导出来啊，咱们的任务就完事儿了。来看吧，首先啊这个图就是这支持相机啊它最核心的一部分。我们来说这样一个事儿啊，就是。 之前我在解释的时候，我说是左边一类点，右边再一类点，然后画角色边界。大家啊可能感觉没有那么直接，那咱把这个问题啊说的更狠一些。现在啊，我们就在两军的一个边境当中，那左边有一堆地雷，右边也有一堆地雷。我现在啊，咱们看，咱们现在啊就是说这是一种雷，然后呢，右边这又是一种雷。我现在啊在雷区当中，雷区当中啊我要开辟出来一个我大部队可以前。 前进的一个方向，那你说你要开辟出来一个方向是什么？你是不是让你的大部队不能碰着这个雷呀、啊？那怎么办？咱们来看左边这个图和右边这个图。首先，第一点，我要能够使得这两种雷完全分得开吧，这是我的一个前提，要分类能分得开。第二个呢，在能分类的基础之上，我让大部队通过吧。 大部队通过的时候啊，那就不像咱们一个人了。一个人，你可能沿着这条线儿慢慢走就完事了。大部队嘛，是很多人啊，很多人他是不是容易碰到边界啊？什么是边界？咱们再来看。 这是边界上的一个雷，这也是边界上的一个雷。一旦碰着这样一个雷，是不是就 game over 了？就这这 s 没大了，是吧？那我们来看左边这个图，我说了，我画了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边界。右边那个图呢，我画了那样一个边界。那你说咱们的大部队来了之后啊，你是要左边这个呢，还是要右边这个呢？ 可以，显然啊，咱们看出来，我应该是右边这个边界，好吧？为什么？它不光啊把这两类点分得开了，而且呢，我们分割的这样的一个边界，它很胖，它很大吧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，我们要做分类，并且呢，在分类的同时啊，我让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边界啊，它能够越胖，能够越宽越好。 那为什么咱们要让它最宽啊？其实上呢，实际意义啊，就是说，咱们现在干什么？我是拿训练集进行一个训练吧。训练集训练，我想得到这样一个边界。那我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？接下来的目标是不是说我要在测试集上它表现得好才可以啊？那在测试集上它该怎么样进行表现啊？咱们可以想，对于这样一个点来说，如果说这一个点落到这样一个位置，或者是再往里一些，是不是它就达到这样一个边界了？ 那我的目标什么？我的目标显然说，咱们的边界的泛化能力应该越强越好吧。 这个呀，就是说我的一个容忍程度越强，能够使得我分类越精准吧？你看这个决策边界它越大嘛。这里啊，就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啊，我们的雷区以及呢我们的大部队是什么意思？说白了，在知识相机当中，我希望决策边界应该是越胖越好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啊举了一个物理上的含义啊，咱们在物理上不是说了一下，我们做这个事儿啊，它的一个目的是长什么样子的？ 然后呢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就来看一些数学了。这里咱们来看，我这个边界啊是由什么决定的？咱们是由这些雷来决定的吧？那你说我要非要问大家，你说这个决策边界它是由雷当中的哪一个决定的呢？你看，其实啊，咱们这里这是最最边上的，这是最边上的。那你说我这个边界跟什么有关啊？显然是跟离它最近的那个雷有关系吧？ 这个就是离我最近的这个雷，然后呢，对右边来说也是一样的吧，还是要找哪个雷它离我是最近的啊？这些都是我现在的一个目标。那接下来啊，咱们再来看吧。有了这样一个目标之后啊，我该怎么去做呀、啊？是不是说现在你得算哪个雷离我这个决策边界是最近的呀？怎么算呢？咱们有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一个计算。